Mana pan-pan.有吧有、okay、来啊，我们今天继续我们的沙漠探索。上次玩了一点，这一次继续来嗨，主要就是附近有蛮多任务的嘛，我们就是解这些相关的任务。我忘了先练习，没问题，我们先 OK。就这，算你厉害，用实战来练习啊。虽然扣点血，但我感觉还行。什么？秘密道路还不能过去？嗯，不是我们任务，任务还在前面。现在这个箱子好过分哦！这样它都是爆炸箱，然后你也要用射的吧？呦呦呦，吓死！吓人呢、欸！黑瞳恩恩，那我们继续来嗨。提示：三个控制装置才可以恢复电力。这个吗？可怜啊，电力不足，电力不足。那我想去接那个任务了。哎，对，我们忘了扫描，怎么都没人在集合点？哎呀，这个万人响应，零人到场，常有的事。我的血怎么少？什么啦？
他那要怎么爆气？我刚刚按的是吗？好了啦，打这个烂怪物还要我们爆成这个样子，牙还牙。啊，不错，那个倒下的里面有个倒下的，吊塔虽然不是，但也是不是任务，但是是我们要的。贝塔核心。打核心感觉就是可以升到超级多。嗯，那我们这个是怎样？要想办法上去是不是？在那之前，这里也是要看看啊。我们是不晓得可不可以跳到那么远，感觉不行。很近，我们只能跳很近。也要很高，把那个推过来，看懂了。推推迷宫乐，对面那就是我们可以跳的，好像没扫到东西，没扫到我们就不 try 了。推推啦，来一杯。九起。啊？嗯，看不太懂那个阶梯要干嘛。有没有想说是用来跳上去这个的？但其实这个我们自己可以跳上去啊。烂游戏，最好不要在那里，拜托求。烂游戏，干嘛玩这个游戏哦？他那里到底什么意思哦？牛三。我刚刚不也走这？我刚刚在走这里面，真是。对吼，你别卡，
这是游戏气数。然后用那些很烦的一些怪，当作没看到直接冲。认错人了，先爬总打不到我了吧？是哎，那这里什么意思？提示。像附近的。用附近的物件让跷跷板停下来。不要让它敲。不要让它敲是。这可以干嘛？可以放这或放对面啊。哦，对面那边有没有？上面蛮高的，跷跷板的高度可能就可以上去吗？想说这高度，感觉差不多。哦，地板有提示啊。没有，让你推到这里。啊，有。多可怕，是不是？他命水，看到没有？喝水。哎，可以哦，有帅有帅。哎呀，有时候啊，这个该有的操作还是会有啊。不要以为我平常八七居多，那就是我的真本事。肯定都是在做效果。哦，不晓得可不可以直接去到对面，感觉蛮远的。这已经放绳子了嘛，也就代表我们可以各种玩啊。这里对面的感觉很强哦。哎，什么意思啦？他就直线啊，我也直着跳啊，他自己不接啊。他在怪我，真的是他不接，不是我，那就很奇怪。那个绳子在哪里？这个吗？